通通握着。对对，欢迎。哎呦，你来，快拍照。来来来，慢慢。哎呦，这有劲哦。肯定了。什么鱼这个？黄金。黄头哈。干鱼，淡水霸王。哎，这漂亮，这叫黄金啊。嗯。这里还有黄金。别忘记，都别给拍曝光啊。嗯，我跟你说，三四斤的这鱼搁水里能搞死人，真漂亮。咱也干一条，这就近。也可这个鲫鱼大的都这都是四两肉，这一条就能卖，能卖几块？能卖6-7块吧，6块钱，5块吧。对，钓。对，中间还能有。不使劲都圆了。哎，俺网里有鱼。能定吗？有鱼，还不小。哎，你说网里怎么有？哇，这一次肯定是小。慢点哈，给你这个鱼特写哈。嗯，拿着。在这里，他夹上去没？啊？啊个乖！哟，这个大，这个真大。不能，这个可以。哎呦，霸王，还真是这大头，大头，手汗不出。有了大头，吃饭就不愁了。大。小的咱就放了。小贝贝，也不慢点拽，过铲里去了吧？都提高头向上哈。嗯。哎，能让让？让我江湖第一高手先过来啊！
这是个高手啊，这是个高手啊。来，看第二个高手。可以，我感觉我是没打开。太大了，只能找到中间。能找到中间、啊？嗯。太大了，网太大了。那你这才多大的网啊？四米。这一网上盖着凉，使劲过门。裤子。朋友们看，咱们今天的鱼货搞了一条这样的，这啥鱼？卷尾鱼。今天太晚了，就不把它卖掉了。明天再去把它到市场上把它卖掉。今天鱼货不是太多，它太活跃了。管你多几斤啊？八块。啊？八块。八块。啊，行，卢明姐，那我们。就是黄鲢还有什么呢？黄鲢、白鲢、鲫鱼、鲤鱼、鳊鱼都有。